王后娘娘疼惜亲生女儿，却要我来替嫁。你有的选吗？你父亲的死跟李北有关，你嫁过去之后查一查李思宁生前到底遭遇过什么。他平日里对你不过如此，生死关头却舍命相救，莫非他真的动情了？这个大傻子什么意思吗？你有很多秘密我不想知道，但如果有一天你要是对李北不利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你。你会怎么样？杀了我吗？李西风的确不是公主。住手！我要杀了你们！何必为了一个人大动干戈呢？这女人就是个祸害。只要我还是草原上的王，你便是草原最尊贵的女人。